嗨嗨哟，是嘿哟，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那么臭。我们今天继续我们 study 米啦，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就走吧。然后明天的天气是哦，明天是有那个 festival ice， 然后九点到两点之间，然后要过去玛利亚边，对吧？然后今天的运气是特别的好，然后今天要教的东西是 muffin， 好，那我再跟身边人说一个话，就是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走吧，还有上面。我们的儿子长大了，我刚刚的影子跑来跑去，然后我们的女儿，好，大概这样子就差不多，走吧，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农场生活了 ，Let's go。来，我看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一个丢进去吧 ，Gameberry，Let's go。啊 ，Gameberry 丢不进去，那算了，那我们丢这一个好了，走吧，我丢 ，OK， 好，这样子就行了，然后我先把。这个给卖掉，还有这个 ，OK。然后这是 Larry， 然后跟我们说明天有那个 festival， 这样 ，OK。好，让我看一下，我们需要这一个，这一个顺便带着走吧，走吧。然后我们先去挤个牛奶弄一下，然后我们要出发一个，然后这边按一下，这里拿掉吧，不然的话好多在这里啊，有。好，然后先把这一个放下去，好。然后这里啊，你按了，还有这里，然后你 ，OK， 好，这样子就行了。然后先把这个全部给放进来 ，OK， 这样就行了，走吧。然后接下来就这边接是银子，那我等一下要下去神秘商看看有什么东西要买的呀。等一下，这里呀、啊，有。哎，等一下，好烦哦！哎，他没有牛奶，真假的？然后你有？天啊，有时候真要挤啊，反正那个奶出来都有点难哎，一直跑来跑去。OK， 然后先把这个放下来，还有这一个。OK， 好，这样子就行了，走吧。我们先下去，然后看一下神秘商那边什么东西要买的。我先把这个丢掉好了，我丢，好，走吧。我们现在去找神秘箱了 ，Let's go。这里，史莱姆也弄一下好了，我看看，史莱姆四颗，好吧，弄一下吧。这一个，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拿一下吧。为什么掉在这里？你们明明在里面。好吧，然后这个再放进来，然后我们这一个弄一下。OK， 好，那我带下镜子，等我一下。OK， 走吧。带一个地址就扔进来了，没有问题的啦。然后这边再拿下，这边再拿下。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杀掉一些的，太多。我杀掉你两个吧。好 ，OK， 可以了。走开。大概这样子就行了，不然的话我们的史莱姆太多。为什么那个没有眼睛 ？OK， 好。这样子就 OK 了。虽然说杀掉是有点残忍，但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等一下，我才忘记把我戒指脱下来了。OK。然后这个上来。这样就行了，走吧。好，那我们先下去找一下神秘商，然后看一下有什么东西要买的，走吧。9:20 ，OK 的。有什么啊？哦，那一个，等一下再做好了。我们需要蛋黄酱，所以之后要等我们那个虚空蛋黄酱出来之后，我们才过过去。嗨，我看一下哦，今天有卖，哇哦，感觉又想要又不想要，想要又不想要的。Pumpkin soup， 买吗？买吧，走吧。我们多了一张椅子，给它放进家里面。我想一下，家里哪有可以放啊？放着看电视是没有问题的。放着看电视吗？好吧，放着看电视吧。然后电视那边椅子要怎么办？对，我回家看一下。电视那边有椅子啊？对啊，我看看。好，这椅子收起来吧。OK， 好。然后我们放下这一个吧，大概这样子。然后这个椅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放在这里吧。OK， 这样应该就行了，走吧。然后我希望我们蛋黄酱已经好了，因为我已经绕了一大圈了，应该好了吧？应该啊。好了，走吧。我们需要这一个，然后我们要出发了。我们要去那个火车站那一边，对不对？我先把这个丢下。好，走吧。
我们现在先去火车站那一边，然后我们把这个给送出去，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嗯，然后应该是可以通过啦，是据说是这样子就能通过，但是到底能不能通过我是不知道，要去试试看才知道。那我们就先上去，然后把这个给，然后看一看就是能不能通过这样，然后要到了，走吧，上去吧。我没想到就是那个之后剧情竟然是这样，就是那个巫医有女儿什么鬼的，就有那个老婆，然后有女儿什么鬼的。好，接下来，这里，天啊，真的好远哦。OK， 走吧 ，Let's go， 冰，嗨，我们来了，我给，可以吗？可以吗？可以，过了。好哦，那我们这边先钓一下鱼吧。有人说挺好奇这边已经钓什么鱼的，其实我也挺好奇的。看看有鱼吗？有哎，没有。这白白是啊，等一下我再钓你。会有鱼吗？不知道，钓看就懂了。啊，等一下。好。对呀，我没有鱼竿，难怪会钓比较慢。OK 的，没问题的。有鱼耶。真假的？但我没有放鱼竿会比较难钓的时候。不要跑，不要跑，乖，不要跑。好，等一下，太烦了吧！不要跑，拜托。OK， 好。这什么鱼呀、啊、？What's lemon？ 好吧，直接继续。哇哦，这是什么？哦，这是我们要的吗 ？You found the wizard lost mate in。哦，我们找到了、欸。这是什么？咦，这什么鬼啊 ？That shard of night terror, the ancient magic shield of operation will be lift, allow monster to appear at your fight at night. 不要啊，这个等下家里一大堆怪。有机会我 return into the dwarf and fly away. 不要啊，孩子会不见掉啊！什么鬼东西？这是什么？哦，这是换帽换那个什么的哦，我们回来了。What？ 居然 ？Do you happen to see my ex wife? No. Well, how about her house? Do you think she live alone or 干嘛？想你前妻是不是？Actually, don't tell me. I don't want to know. 那你问来干嘛？不想知道，那你问来干嘛 ？Anyway, you might be wondering about your reward here. 书。It's a book of summoning. The arcane. The arcane potential is insane, but I make it simple for you.简单来说，那个就是一个召唤书这样。By using the books, you can summon magic buildings directly to the farm.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有魔法屋在我们的那一个农场这样。I think we will find it useful. 好哦，谢谢。Oh, I almost forgot to say, thank you. 好。OK， 那我们这个任务完成了。然后我们有了这个。哇哦！所以我们需要 star fruit， 然后我们还需要 fiber， 还需要 stone， 然后20000G 就可以。它会收集耶，真假的？等一下，我看一下 star fruit fiber hard stone。我看一下，如果我们要建的话，我觉得这边之后可能会把这个全部东西放过来这边吧，就扩建过来这里，然后我看看。然后这边有一个农场，然后我们这边可能放一个小屋，这边放一个小屋，这边放一个小屋，然后这边农场，然后这边农场，然后这边农场，应该 OK 吧？这边放一个小屋，应该可以吧？然后我们要把这一个应该不用移，我看看，我们那时候有什么东西要移吗？应该不用吧？应该不需要吧？这样子应该 OK 吧？应该啊，也许啊，或许啊，或者还是说我们把这个移过来一点。不要，还是不要移好了，不要移好了，这样子就 OK 了，走吧。所以我们需要 star fruit， 走吧，我们去买一点 star fruit 回来好了。Let's go， star fruit 啊，
为什么是重水啊？等一下，啊，我试试看 ，Let's go。好，可以，好 ，Nice， 有办法过来就没有事情了。那我们再从这边 ，OK， 好，各种传送，嗨，我回来了。好，然后我们先去商务一趟吧，要去买点stuff回来这样。然后七号的，然后差不多12号这样的时候，我们的那一个南瓜就会长出来，南瓜长出来，我们就地方做stuff了。然后先废话不多说，我们先过去巴士站吧，从这边再走过去应该会比较快，应该啦，应该也许或许可能。好，走吧，我先过去一趟，然后我们先去买点stuff回来。9个是吧？那我们差不多就买一个10个，这样应该够吧 ？Let's go， 好，过去那边，没记错那边是有卖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以我的记忆，应该没记错，应该。好，几个到了 ？Let's go， 这里，然后顺便把这些全部给捡回家，不要拿去卖掉哈，太多了。好，嗨，那我看一下，有，买一个10个就够了，然后我们再给他，好，这样改一下话应该就 OK 了，好，走吧，这样就行了。我买了10个 staff， 然后顺便把这边的东西给带回家 ，OK， 好，走吧，这样就可以了 ，Let's go 。就花一个500块来买 staff， 等一下哦！天啊，我快崩溃了！为什么要花一个500块？算了，好，走吧，小马，我们该回家种点 staff 了。然后我们要顺便去拿一下我们那个浇水器，这里我弄一下好了，你这边等一下。好，这里 ，OK， 走吧。然后这里好 ，Let's go，OK，、okay, 这样就行了。然后把这个鱼丢掉，再丢掉，这样就可以了。还有，我需要这个。呀，我在干嘛？这样子才对。OK， 走吧。然后再下去下面拿我们的浇水器，然后我们要去我们的温室那边种下我们的 stuff。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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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史莱姆，为什么我要养那么多史莱姆？等一下，管他的 ，Let's go。OK， 我看一下，我们这一边哦，圈圈是你，好，然后先打一下地吧，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 ，OK 好，然后再撒一下种子，没有撒一下肥料，然后我们再种下我们的种子，13天，差不多20号回来吧，20号就可以，20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沙富的，好，20号再回来，差不多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20号我们要回来看一下我们的种子，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OK， 然后现在4点40分，我就想要去钓一下鱼耶，就那一个虚空那一边的有没有？那一边的感觉不错，钓。那我们就走吧。哎，都看一下这个，好 ，Let's go。然后就我们这边就一个小快转了 ，Let's go。我发现到啊，这个地方啊，钓垃圾可能会比较多吧，而且好像只有那个尾沙门，然后就是没有其他，就那个虚空沙丁鱼，那个沙门是叫沙丁鱼吗？我不知道哎，就只有虚空的那一只而已，就好像是没有其他的了。那我们走吧，先下去，我们要先去 Gas 那一边，好久没有过去了，过去那边送点东西吧，然后我们再回家。反正今天星期日，大家的那个礼物也刷新了吧，所以我们就先过去一趟吧 ，Let's go。这一边，好，我们先下去送一送，然后我们有点迟，不然的话我们还可以送给爷爷奶奶的。好，给你，你看，有的在这边是那个医生，对不对？这是医生，对不对？我看一下 ，OK， 这是医生，我没给到。然后有人说那个次数系统可以避免的，才怪哎、欸，
你看这边就有他，没有 Sebastian 加了，也没有 Sebastian 的那一个那两个朋友在，我还是会中招啊，还是会中招啊，所以还是算了吧。各位孩子 ，Sebastian 没有像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好不好 ？OK， 大概这样剪，大概这样给应该就 OK 了。好，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吧？你看 ，Sebastian 他们不在有没有？要给他，等下我又要中招了，才不要哎、欸！走吧，我该回家了。差不多这样子就 OK 了，然后把这条鱼给卖一卖，留一条给自己吧。应该 OK， 走吧。先过去，先回家，先丢一丢。好 ，OK， 走吧。我先把这个丢一只。还有这个，然后我再把这一个放进来 ，OK， 这样子就行了，走吧。该睡觉，洗洗睡了。我先把鱼放进来，然后再把这个放进来。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先到此了，出来啦。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给个赞，然后出去继续我找我的更新影片 ，Sebastian 嘞。但我还不睡觉，又跑出去了，是不是？啊，不要管他，走吧，我们睡觉吧。然后，对啊，我看到他，那个是他，对不对？你在上面干嘛？睡觉啦。你对儿子干嘛？哎，女儿，你原来会上床睡觉？今天跟你睡吗？好啦，看来是老爸赶两个孩子去睡觉啦。好，我们也该睡了。然后今天就到此了，没错。然后如果喜欢影片，赶快再去支持我，找我的个性影片。那我们今天总共赚了啦啦啦啦，一只鱼450块，没有。是两只鱼450块，也太便宜了吧！等一下，我们今天总共赚了15000，哇，这好贵的呀！我们今天总共赚了15185。好，今天先到此，谢谢大家收看，所以就，拜拜。